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机长博渊哥哥。周游列国之后，我又回来了。我带着世界各地还有台湾孩子坚毅勇敢的故事，要来跟大家分享哦。拉玛的宝贝出现的是，哇，一大堆的口罩。2023年1月起，全新孩子看世界，跟着博渊哥哥一起听故事哦。